好，吕正，哎呦，我们喊口令，他们有我们闪人，他们有他们的 tempo 啦，可以了，哎，结束了吗？ OK 了，好，掌声的，看齐，好了，看齐，好。 哎，你们是啊，中进高职的一队，对不对？中进高职，每个身材都超好的啦。哎，跟他跟博上面吵了呢。哎，对啊，都跑了。我们要出来，为什么他们突然刷就跑到外面？回来，他配合，帮我们过去那边。来，不要动。来，介绍一下哪一位发言？这位是大队长啊。介绍一下你们的团员，好不好？我们的团员是副队长，他叫邱一燕。邱一燕，对，就是我们的班长啊，叫邱鼎佑。哦，全部才五个，每一个都有职务啊。对，我们都是。 啊，这个是也是班长啊，叫邱九。你们在练这个会不会掉枪啊？会啊，有掉枪的话会有处罚吗？是不太会，会用讲。来，教我们两招好了。会不会砸到头之类的？最简单的，很重。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蛮重的呢。来试试教两招，教两。刚那个转的单手转那一招。单手是。OK，好。哎，蛋，就这样子啊。 太难了啦！很简单的，最简单的。你试看，最简单的，是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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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有，不要说话，不行，这样。哎，所以这是我懂了。是你身体不扭那么难看，那个要叉腰，整个都流汗了，要叉腰，叉腰那多难啊！叉腰才帅，这样很难出手，不会。叉腰，那这一首我一定要莲花指，我才会唱。预备，我们试试看啊！预备，开始。哇！砸死人了，而且还能丢枪，随时都能接，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真的，才很 man 嘛，对不对？你丢谁啊？你不要丢我，我不能接。OK 了，怕什么？掌声给他们再鼓励一下。好了，第二支队伍啊，也是很 man 的啦 ，Mixion。先看他们的表演好不好？帅哥，帅哥，帅哥，来来 ，Come some more music。我们都还能有更长的路可走，身边随时都有空气，只要你肯呼吸。You gotta move on, move on, move on。没有谁应该为了谁而放弃自己。Oh girl, just move on, move on, move on。这么美好的世界正在等待着你。You gotta move on, move on, move on。谁来随你去，你都会是最好的你。Oh girl, just move on, move on, move on。爱自己也能够让美好继续。So baby, mov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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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帅棒，像话，像话，像话！冷静，冷静一点，来来，好好介绍自己啊！预备，来，好，大家好，我们是 Mixion。Mixion 是 M I X 是混合的意思，是。那如果变成 S 的话，叫 Mission 就是 Mission 任务的意思，所以是混合任务，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不是任务的意思，就是听起来像任务。哎，你这脸看起来是个老外才对啊，中文讲很好。对啊，中文讲很好。你是外国人还是？对，可是我妈妈是台湾人。哦，混血的，混血的啦 ，Mixed Blood 有没有混血？有没有？宪哥他们有专辑要送给你。哎哎，厉害了！哎呦，哇！双人团体其实很少见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合在一起的？刚好公司我
就剩你们两个。全公司啊，就剩我们两个发片啊，最好的两个啦，最好两个凑在一起。而且他们舞蹈也跳得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一代就是挑战一代，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十年，有没有看到？要英语翻译吗？没有没有 ，OK OK， 中文很好的。Every generation， 所以你叫做张 and take place another generation。宪哥没关系，我知道。对，像他这就是前一代的，好吧？对，那你是前前代了。我什么什么修比多华，那是永远不能挑战的经典，没错。所以新歌叫做《Mission》吗？《Mission》对，这就是我们同希望他们专辑唱片能够大卖，大卖，加油啦，好吧？两位，谢谢他们 ，Thank you so much。来来来来来来，哦，还有一团来往厉害啦，来来来，哎，这看起来应该是很有才艺哦。你们是哪一个啊？你们是哪一个？你们是做烘焙的吗？啊？不是做烘焙。哦，不然是不是做烘焙的？我们不是做烘焙的，烤鸭的。你们是？我刚看前面这两位应该是外籍新娘代表。啊？真的，因为现在穿牛仔，现在穿牛仔外套真的不多了。是。年庭宇应该是越南人嘛？没有，马来西亚的。好，马来西亚。哎，真的吗？假的。哦。然后他是哪里？你注意，举枪，瞄准。他不听你的啦！我不是队长，他不会听。阿才不要理你嘞！好好好，你们都是音乐班的还是？是班乐系。音乐系的，音乐系的，所以现在都当音乐老师还是怎么样？刚毕业。刚毕业了，毕业等于失业。没有啦，哎，尤其他唱歌，他唱歌有他唱歌很优雅。对对对，是是是，而且穿的也算是很特殊啊。这个了解一下，在台湾搞音乐有没有前途啊？你们觉得？有前途啊！你看后面的 Mission， 是不是？不是啊，但是不一样的表情，对不对？他们这个是 classical 的，那是不一样的。啊，优秀就有前途。哦，讲到重点，跟你聊天很难聊哎。照了照了照，我跟你聊啊。在台湾搞音乐有前途吗？啊，来这边就有前途啦。哦。不错，这个比较会说谎。好，好，那我们现场呢，要让你们好好来享用一下。我们今天带来卡哇伊的卡通造型汉堡。啊，有超卡哇伊的卡通造型汉堡啊！小朋友一般都喜欢吃汉堡，对不对？没错。哦，然后就是很多的汉堡店里面汉堡其实都长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苏老板跟老板娘他们两个真的蛮有创意。他们发现汉堡新生命。哎，两位好，哎，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大家好。哎，这是老板娘。好，肚子怎么吃这么饱啊？哦，怀孕了，怀孕啊！恭喜啦，这个应该快生了吧？这边一只，这边一只。啊，是是。哎，那两个都喜欢做汉堡的，而且我看到他们这些汉堡啊，桌面上都是他们手工做的，而且每个造型都不一样，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呀，对呀，对不对？怎么会想要做这种特殊造型的汉堡呢？是因为觉得说吃东西，你除了就是东西好吃之外，还要兼具它视觉上的色香味要拒绝。对对，这个口感很好，然后视觉享受也要很好。当然，卖相也要好。介绍一下你的汉堡好不好？对，最特别是在哪边呢？好，我们这个汉堡啊，它这个面包像它每一个都是我们经过很多个月研究成功的。哦，是。因为你面包烤会上色，紫色的呢？对，它这紫色是芋头吗？对对对对，芋头汉堡啊，国外汉堡，国外汉堡，这个颜色又不一样。那个是青苹果，青苹果乐园。哇，好青春洋溢！那个是草莓的，草莓啊，有香香吗？香哦，好香哦！而且他们的名字才好玩，他们叫双鱼两次方啊。为什么要取这名字？因为我们两个都双鱼座的啊，生性浪漫，所以会想出这些东西来。哇，厉害厉害！那这一只叫做这个是千阳号，海贼王的千阳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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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是小熊啊，好可爱哦。对呀对呀，哦，这骷髅头在这边。对对，骷髅头这是用起司做的，这个是白起司，白起司啊，这个嘞，红萝卜，这个是红萝。红萝卜，这个一样也有。Angry Bird， 有没有看到？哒哒哒哒 ，Weber，Weber， 哎，这个是什么？这看起来很讨厌，是什么？对啊，这看起来很受他的感觉。对啊，这下面打爆他啊！揍他！这是什么？移过来一点就知道。哦，移过来一点。有吗？有像，有像，有像，有像。哎呦！有像有像，哦，原来是我的造型啊！你比较帅，哇，厉害厉害！等一下给我们天使，他们都很想吃我。他们是想揍你吧？想揍你！哎，这真有意思，有没有看到？然后小朋友看到这些啊，就整个嗨掉，开心起来。旁边这个是大朋友吃的吧？哇！
这个大朋友也吞不下吧？这个太大了吧？这个是我们店的金声尖叫吧？哦，金声尖叫，真的，因为一拿出来大家就金声尖叫了。是，哇哦，这有几层啊？这个是四层，刚好牛鸡猪鱼四种口味都有。牛鸡猪鱼，对，什么都吃得到这样。天哪！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是看到你们就吓一跳的。我们丢，无限创意的双鱼夫妻老板会带来什么样的汉堡，让现场众人惊呼连连、尖叫不断呢？店的金声尖叫吧，哦，金声尖叫，真的，因为一拿出来大家就金声尖叫了，是，哇哦，这有几层啊？这个是四层，刚好牛鸡猪鱼四种口味都有。牛鸡猪鱼，对，什么都吃得到这样。天哪！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是看到你们就吓一跳的。我们丢小茉莉，现在偷偷把它扛进来，哎，上大汉堡，真的。起来，跟他花贵也干过，这么大一坨啊！这个对，这个有人哪能吃得完呢、啊？我们两个可以吃完，我觉得真的吗？你们两个吃这个？对啊，你看我个子这么高，对呀。其实我们有时候原来你们还在后面，然后风都吹不过来，热死。大一个有没有？然后这里面这个肉是牛肉，对，这个是牛肉，是自己做，要打成肉酱、肉泥。对，哦，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一二三，哇塞！他连看不到的地方都很好讲究，有没有？这个面包皮是什么口味？这个是南瓜口味。南瓜的哦，面包皮听起来很难听。面包皮，哎，那老板还是老板帮我们切一下好了，好吧？我们就来 enjoy 这个，对不对？但是各位想吃没那么容易，是这个是正常的哦，这是啊，不是，这样好像说它不正常，这是一般。一般看到的 M 开头 Motelu 买的是这种，有没有看到？那大的是这么大，有没有？至少它的五倍大。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三组来比赛，比赛完赢的那一组可以吃这个，好吧？比什么呢？创意汉堡比赛，创意汉堡，把桌子让出来给他们，你们派一个。那你们也派一个，你们也派一个，好吧？这边有三个，各派一个，要做一个形状出来啊！好，预备。加油！加油！加油！对帅哥比较好。剪刀要掉了。没有，没有。怎么弄啊？这个你要做一个形状，就是每个人的艺术天分是不一样的。是形状。利用一把剪刀，还有 cheese， 还有海苔，把它做成一个创意的汉堡。那么的评审就是我们苏老板还是苏太太，好不好？好。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些？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看到？汉堡，汉堡对不对？不，这是老板娘自己做的美女。有没有看到？所以客人拿到这个点汉堡，还直接用这布的汉堡去点，有没有？果然是双鱼座，果然是双鱼座。哎呦，我跟你讲啊，最后时间，倒数十秒，十，加油，师妹，八、七、六、五、四，盖起来了，三、二、一，好，时间到，第。哎，来，老板娘来，来过来看。老板娘看不懂吧？你应该学艺术，你接得起下吗？战斗陀螺汉堡。哦。给老板娘看一下啊。我想这是应该算是。好抽象。你加两个字可能就会变很像。抽象战斗陀螺汉堡。会啊，我觉得蛮帅的。真的，你怎么会有这个错觉呢？好了，这老板其实这个圆的很简单，你追根线就当做第二个那个溜溜球就好了。这个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这是什么？是反了，感觉有点像反一个人的感觉。哎，一个脸，女孩，贴假睫毛的女孩。哦，是不是你？女孩，大神婆，这应该是齐木啦，嘴巴哎呦，这个厉害了。这个是中美混血做出来的，是是。能不能请当事人讲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我的面解释一下。这个啊，就是 X， 因为我们 mission 里面有 X。哦。我们就是 X， 就是意思就是混合的意思。哦 ，miss。哦。OK。那中间分两个是？那这个是没有。那看来今天这大汉堡只有我跟天使吃。这三组里面，你选一组，哪一组算是比较厉害？比较厉害的，好想要。我们哪一组？我们啊，
是啊，真的。The winner is me。好好好，来来，这个苏老板，苏老板，来来来，你们来帮我们切一下哈。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不要这样了，人家转过来以为谁生日，不是啦。哇，天哪，那个肉汁都出来了。哇，哎呦，里面这个肉汁真的，哎呦。那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我永远不能理解汉堡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事？什么？为什么搞那么大一坨没有办法吃啊？我不知道怎么吃。对，这样怎么吃啊？我吃一切吗？被老外一直笑，我从第一片拿起来吃第二片。而且对对对，而且我们去欧美国家，他们那汉堡比台湾大三倍啊，他们每个人都这样吃，哎，就是要塞进去，要把它压扁直接吃。压扁会好吃？压扁面包不就硬掉了吗？压扁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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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样吃起来才会有层次，口中就会有肉，然后也有青菜，也有面包。哦，两位两位 ，winner winner， 这个你们一人一坨了啊！肉第一，来来，手交给你，交给你。妈呀！哇哇哇哇哇，那个肉汁！等等等，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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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接着接着，来来来，好好好，可以。看一个美国人吃汉堡，好，来来。美国人，你看美国也没有吃那么大的汉堡吧？哦！哎呦，天哪！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回合赢了以后就要全部吃完。这才是比赛的。这一边肉我吃吃看哈。哦。怎么样？怎么样？嗯。哎，好吃。一般的汉堡我其实很讨厌吃的，但它这个肉好好吃哦。真的？我不信。它让有空间，然后有肉汁，你们也不相信哈？将来你们会相信。哦哦哦！哦哦哦！冒汤冒汤。哇，太经典了！你们的那个牛肉为什么那么多汁啊？对啊，嗯，好湿哦，里面。牛肉汁好多，而且那个汁好香哦。哎，这个汉堡是真的很好吃。你们在台中是吧？在台南。台南，哎呀，我的故乡啊，可以来台北拍，太厉害了。对啊，开分店嘛。他这个可以到台北来拍，太厉害了，好吧？希望你们生意越来越好。把我们汉堡做，马上进入吧，一触即发。好的，第一棒就是我们音乐老师派出来，是陈佩瑜 ，Ready， three， two， one， g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要过网的啊！哎呀，糟了，往上打，哎呀，打到中弹，打到往下，往上，往上，对对对对对对对，低一点了，低一点，往上，往上。差一点哦，好，现在要挥棒，挥棒，挥棒的感觉。好，没球了，剩下最后三颗球了。的音乐老师，哎呀，完了，音乐老师没有办法，力挽狂澜，还差一点。球了，球了，球来喽，就一颗喽。失败，残念。好，所以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其实你都有打到，但是你没有由下往上打，对对对，你只是把它打出去。棒子哈，棒子不是这样切下去的，而是这样敲给你，切下去这是武士刀，所有的切西瓜，再一次，再一次，好不好？好，再一次啊，没问题，买一台回家去玩嘛。好，第二棒来，帅哥谁？我，雷小印。好了，再来什么 mission ready？ Three。一球就过关了 ，Go！ 加油！哎，再来！他就是不准的棒，还挑球打，不是选颜色哦，他在等直球的，哎呀，完了！完了，他平常可是打篮球的，拿到这个会打篮球了。我们剩四颗球了。剩下挑球了，剩最后四颗了，最后四颗了，过关了，哎，还好还好，恭喜获得34秒的成绩积分，他只用了16秒的成绩了，所以二十六秒，所以34秒是17000元的奖金，恭喜恭喜，好，下一组，再来谁？好，来来来来来，派你是吧？邱鼎佑，加油，来。中进高职一队邱鼎佑，加油！一秒一秒一秒，上嘞！菊花式哦，姿势标准 ，Go！
快点球喽！点球喽！四十二秒，他用了18秒的时间，这个还不是很满意，对不对？哈，不错，对不对？就还可以更好。2秒就可以，2秒，回去吧，你知道吗？回去吧，你打18秒还2秒嘞，你。哇，牛吹的比大象大。再来轮到我们天使了，对不对？天使，派哪一位？谁打？谁打？茉莉，来，茉莉，派茉莉。好，加油一下，好吧？上次永琪3秒就干掉了，有没有？他们玩的哦，好开心的。最后永琪啪一棒打出全垒打，每一个人脸跟苦瓜一样难看。今天用3.8秒，好不好？好，加油！2、4、5、6、7、8、9、10颗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好，天使还让你们2颗了，好不好？你们，再狂狂 ，Ready？ 茉莉 ，Go！3、2、1。Go！ 来喽！啊！啊！往下，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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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敲起来，敲起来，往上，往上！哎呀，差一点！再往上，往上，加油！棒子放在腰间，腰间，腰间。打得好，让我好担心的，真是啊！用了20秒的时间，所以，哎呀，Mission 的剩34秒的就挂掉了，对不对？好，所以获得奖金的是我们的庄敬高值2万。果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出全垒打的，恭喜庄敬一队率先开张，率先以21000元领先。马上进入我们头头是道。好，第一次对上我们的音乐老师啊，目前来讲他们是干规的哦，没有分数，好吧，一秒就代表的是500块钱的奖金，好，加油了 ，Ready， three， two， one， go。接2球就可以了，厉害耶！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哎，不能捡单球，下一球，下一球，地上的不要捡了啊！不可以捡地上的球啊！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有机会哦！有，哎呀，有机会，有机会！小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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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差一点，插板，加油！他的协调性很好哎，加油加油！有了，差一点，差一点，小鹏，好紧张，好紧张，有了，有了。希望的结果只留下了4秒，好不好？是，但是这一关普遍来讲都比较难一点。对，因为这一关其实你们只要有过关哦，几乎都不会输太惨了。对呀，对呀，对 ，OK 了，好吧，四秒就2000，对，剩4秒。好了，再来是两个高个儿 mission 啊。那你这个接球的时候个子高哦，不见得有力哦，真的，对不对？哦，真的要处理。一般来讲，是个子矮一点，那个下半身会比较底下比较稳啊，底盘比较稳一点。好。不过也有希望。Ready, three, two, one, go！ 加油！加油！张翔然，要完了，你也要没了，不要掉球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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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点点，高一点点，高一点，高一点！哇，糟糕！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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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球来！加油！加油！一球来！一球来！赶快！赶快！再一个！再一个就有了，左边呢？左边呢？有了，有了，有了！差一点，差一点，投低了，加油！差2公分，低头，低头！干什么？干什么？接球！加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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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快点，快点，快点！接不到，接不到，接不到！打高点，打高点，投低一点，还差15秒，快点！有。12秒。
代表6000元的奖金，好好加油。好，那目前的冠军队伍正进高池一队，目前他们积分是最高的哦。好好加油，1分1秒钟代表500元的奖金。Ready， 3 2 1 go，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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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啦！没有。啊，没有没有，快快快快快快！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球了一球了，左边左边，一球了一球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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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老是往那边打？23秒的成绩代表了11500元，但是天使要给你们吗？一起来看看我们天使的成绩，来，两位特别注意，好不好？你们的成绩如果能够留下15秒，我就觉得 OK 了。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45秒的时间，是啊，好吧？45秒，你们用45秒留15秒干掉两组人嘛，就 OK 了，好吧？我这样讲，你们心情会不太好吗？有点好，好，请准备 ，Ready， 加油 ，3 2 1 go。大家在这一关的成绩只能说是差强人意，燕君跟永琪的组合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如果能够留下15秒，是我就觉得 OK 了。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45秒的时间，是啊，好吧，15秒，你们用45秒留15秒，干掉两组人嘛，就 OK 了，好吧？我这样讲，你们心情会不太好吗？有点好，好，请准备 ，Ready， 加油 ，3 2 1 go。主错愕的脸，所以呢这一关呢守住奖金。虽然都没拿到奖金，但是信心可是不能被击垮。下一关每秒1000元，大家可要好好把握喽。马上进入最后一关，人体棉花糖。好，厉害了，好好加油，好不好？你们现在奖金已经21000喽。21000了，这一关最容易得分哦。哎，宪哥，你看他的腰好细哦。对呀，是啊，笑脸呐。天哪，你几腰啊？小蛮腰。29腰。哇，那我30，哎，我多少？应该36，应该36了，应该还好吧？哎，腰好细哦，天哪！我弓腰啊，我跟你讲，男生要有点腰。30，我34啦。干嘛讲？不可能34啊！你不可能34，我就32了，你起码36了啦。真的哈，36了，34啦，真的啦。34腰哦。哎啦，拜托哎，算是这个主持人里面我算保养的最好的啦。肚子38了啦。哎啦，但胸部就厉害喽。我胸部42。42有没有看到？这个有验过的。可是没有。哎，啊，你有没有考虑人家站很久啊？你们 ready？ 加油 ！Three, two, one, go。来旁边来，哎呦，好快啊！旁边站一站。哎，你去哪里呀？加油！不能摸，不能摸他，不能摸他！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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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阿力奇呢？嘿，在哪里？
我看到这个节目的真谛了，真的，就是他们要非常非常认真，对，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即使头晕了，22秒，剩下38秒，38000元的奖金，太可爱了。好好好，第二下一位，下一位，来来来来，轮到音乐老师了。好，那个黄家伟，你是拉小提琴吗？刚有没有看到人家那个拼斗的精神？是5号，好好加油，来来，好好加油，好不好？你们这一关赢过他们，你们还是有机会的哦，好吧？你们目前来讲都是数字很吉祥，是一个圆满的零分，好吧？所以他们现在是38000，38000加2万等于是59000，59000。你只要能够在1秒钟之内完成，就赢他们了。好，有没有机会？神经病啊！要有了，有机会。Ready。3, 2, 1 go！ 越来越慢哦，慢掉了哦！哎，不能帮忙，不能帮忙，不能扶了，不能扶了。你们已经没希望，但是你拼斗精神让我们看到。你是拉什么乐器？小提琴。英文怎么说 ？Violin。Violin 怎么写 ？Violin。Violin。虽然没什么希望，但是我们就是为荣誉而战，好吗？好，加油了！新歌叫什么 ？Move on。啊，是张学友的新歌叫什么？没有，张学友很久没有发专辑了啊。好，ready。3, 2, 1 go。加油！所以今天最好成绩是在41秒，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好吧？你们现在41秒，对不对？如果天使干掉了庄敬高子，是留下了你们，那你们就赢了，好，是不是？所以呢，天使如果刚好是40秒，39、38，如果是39或者40秒，39、40、39、40、41。这3个数字你们就赢了，啊，他们就直接有没有把棒子往里面一甩，人就走出。天使派出哪一位？新同学，来，没想到，第一次上阵就是遇到这种很关键性。对，你只要赢过他们的话，我就给你加油。你要想干嘛？想干嘛？我就给你1000块，就想走金了啊？没有。好，请准备，来，加油啦，倩倩。好的，是我们的倩倩，好好加油了，好吧？第一次就打响你的名号 ，Ready， 3, 2, 1 go。这个倩倩真的很拼命，你15秒也太快了吧！不错，所以现在有没有看到观众？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很欢乐，对不对？你看我们后面1、2、3，蹲下！你看后面，你看一轮纷纷，有没有？好快！怎么啦？怎么那么难？好，回来！真是令人错愕的结局啊！没想到咱们的新天使这么优秀，让大家白忙一场，不好意思啦！
好了，所以呢，只有中进高职获得21000元的奖金。但是呢，要拿到钱还是要经过我的黄金 ATM。黄金 ATM 上面前是我们中进高职啊一队的教练，对不对？教练以前在哪里服役啊？我在那个中华民国陆军一队。陆军游泳啊，正统啊。雄赳赳又气昂啊！是的，汉超真的很壮。对呀，汉超很好。那我们今天他们选择的比大小是21000元，拿到这笔钱准备要做什么啊？队长啊啊！给秋鼎又吃个饭吧，你看瘦成这样。韩翔的，我们想要把一队扩大，买多一点的枪支，让这些学弟妹。等一下，等一下，年轻人，买多一点的枪支啊！枪支，鼻枪，鼻枪的枪支，对，要讲清楚。对呀、啊，听起来像东南亚的怎么办？那个中南美洲的毒枭啊，对对，真的啊，买一些那个你们的配备啦，是增加配备，21000，好好加油，请洗牌，我们请阿娜丽来帮我们洗牌。你们只要到这边，你们就可以把钱带回家了。好的，请切牌，请切牌。哦，这个大家的机会都是相等的。好的，第一张牌庄家有优势，我可以选择我要叫还是不叫。还是一打开之后，我只是叫完，请开第一张牌，开1、2、3，哦哇，是一颗大仙桃。哎，我想这个是危机啊！之前大仙桃还是碰到大仙桃，对呀，所以大仙桃碰到小红桃也是有。大仙桃我让给你，那是不可能的。大哟，大二三开，好。哎，一见面，这个如果是玩21点的话，这要赔你几倍啊 ？Blackjack， 对，这 Blackjack， 好，过第一关，好，11，那我就顺着路走，小，1、2、3，大，谢谢你，哇，21000，不过你们现在不要气馁，你们现在已经去掉了一个一了，大，1、2、3，开，哇，越来越犹豫了，5楼，已经是5楼中间了，好，那我已经过三关了。我一跟三已经出2只了。我来一个 special， 我让给你。是吗？机会了，对不对？阿林是不是佛心来的？21000嘛，导致我们很有佛心嘛。转机，转机。你可以想一下5，你要比5大还是比5小？小已经出来2只了。大，比5大，好。确定？当然。不管会让给你是有玄机的。1、2、3。哇塞！就运动五，有没有看到？我就让给他5，又是我了。大，1、2、3，给我个亏，是一个8。回来，现在是4-0了，是一个8，4-0了，宪哥。宪哥，你已经过来一关了。好了，8就给你了啊。对吧？有点佛心嘛。倩倩说给他，我们就给他啊。要比8大还是比8小？开8。今天感觉出来都是开小的多。我跟你讲，出了5又出了8，可能是一个不吉利的状态。你会觉得说我发不是，我一个朋友买一个法拉利，是他的号码是5858，听起来很吉利，对不对？我发，对不对？第二天就撞车了。为什么？救护车来的时候才知道，5858。就是进来，阴间的救护车，那有这种声音？5858了，来，熊熊娘娘了，瞎说，大还小，犹豫了啊？到底这张难选的8，下一张会出现什么牌呢？难道真的会像宪哥所预言，是个凶招吗？而庄进一队的选择又会是什么呢？大还小，犹豫了啊？靠直觉就好，靠直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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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给老师一点力量，好不好？好，所以是21000哦。手怎么样？小小小小，1、2、3，开。好悬哦！哎，挂掉了，你们在叫什么？挂掉了。现在宪哥已经开4张了。你们已经 out 2张了，我已经告诉你们5858，还有这种牌，以8为中心点的话，大牌只出现了1张11，其他都是小牌，一
三五五都是小牌，这张牌八虽然小牌多，但是我选择了大，一二三开，五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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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鬼了！没关系，我挂了一关，但是你要记得，你再挂一关，你就再见了，两万一千元没收回来，靠着感觉走。跟着你们的感觉走，也有可能力挽狂澜哦，全部一次 last 都把它拉完。是这个歌，五八已经没有了啦，不太有五八了啦，就大啦，大了，真的大了，大了哦，大的，一二三。什么态度啊？你们运气很好，接下来开大，因为今天开的几乎都是小的。接下来呢？大只剩四张了。一、二、三，小。差一点呢。穿西装，鬼门关前逃出来了。小白脸十一，怎么样？十一跟十二已经出来，还是要让给我呢？你要知道哦，你现在还要过八关才能赢我，但是挂掉一关你就死掉了。所以你要好好考虑，别担心，其实仙哥也很害怕，还是你们要自己叫吗？十一跟 Q 已经出来了，但是小，确定吗？小，小，小，一二三，开！哦，拉丁，哎，现在出三是好的，又一张三跟一张 S 也出来了，是，有还有二啊，二还有四张，三剩两张 ，S 剩三张，大大了，确定了，不让给我。你们就这样闲闲的过，一个突然间就是挂点哦。各位要大还小？大还小？不，这应该是说你们要大还是要让？你要大。大。确定吗？大。拼了！一、二、三，开！哦！哇天哪！天哪！轩哥有提醒你。各位，十次车祸九次快。哦。人家说十赌有九诈。对。太扯。另外，为什么那一炸没有炸？为什么？为什么？十赌有九炸，对不对？九个都是骗的，是。而事实上，这社会上很多都会炸赌，是都会有的。我本身就遇到过很多次，非常多次。另外一次为什么没有炸赌？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打五十二十的麻将，就赌很小的，炸太累。对，有没有看到那个是为什么呢？小赌可以怡情，大赌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好吧？那我想我现在讲什么你也没有心情听，开心了啦，两万一千元，那你们就暂时使用目前的枪支，好吧，我把这两万一千元先没收下来，谢谢，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黄金3百秒。